条的钱赚好多，赚好多，30块。哇，我以为拍打开场，但是不见哦。好吧，今天的影片老公来评分看看，在法国的速食店麦当劳还有汉堡王，开始吧。我们现在要去吃什么？麦当劳。然后你知道这一家是我人生第一家吃到麦当劳，我大概12岁吧。法国不是听说一开始都不太喜欢麦当劳吗？对啊，很多人讨厌，就是、不接受。不开心美国的法规就可以麦当劳了。不开心不送免费咖啡就可以麦当劳了。通过示威反对全球冲突就可以麦当劳了。我知道是很多人抗议了，但是还是很多人吃吗？当然哦。等一下吃饭前先拿公讲话。你看那在台湾吃麦当劳还是比较爽好不好？法国那贵爆耶，这样还不到法国一半的价钱，太爽了吧。你们很夸张啊，为什么在我的船店吃东西啊？你不是说在每一个影片都过 Emma 床垫方便吗？每一个影片都在推荐，然后说不会脏，没有细菌、啊。你的嘴巴超脏的，超爽的啊！这个床不怕脏、嗯，不怕细菌吧？这个外侧直接拿起来，所以直接翻起来丢洗衣机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 Hybrid 床垫有5层设计。弹性减压机里面很棒，怎么摇怎么晃，饮料都不会倒，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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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怕，真的好爽哦！这样如果有一个人想要吃饭，可是不能在床上，就可以买德国 A 吗？可以一边看电视啊，哦，一边吃饭。小时候这样做一定被骂死。不要那么生气嘛，为了不要吵架，我还是有铺保洁垫啊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我负责好不好？而且等一下我还会放床单啊，那 Emma 床单设计的很简洁，很舒服，很漂亮。对，床单有2个颜色，很搭配床架，让整个房间的空间看起来都很舒服。这个比较舒服的石墨烯黑钻记忆枕，有2感的科技，一面比较软，一面比较硬，可以依照你当天睡觉的这个感受。而且里面有3层设计啊，你可以自己调整高度，一样可以把这个外层拆掉，里面拿去洗，通通拆开洗哦。现在德国 Emma 床垫的官网有早鸟双11的活动，最低5折，什么加上 Emma 的折扣码再9折，5折再9折，这样是几折？不知道。不要吵了，我要继续吃，不然等一下要去法国吃再吃很贵的麦当劳。有不同的。我听说那个法国的麦当劳因为奥运输了美国篮球队，要把一个受欢迎的那个酱 Curry 拿掉，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很厉害的叫 Stephen Curry， 所以他们就讨厌 Curry。确定？这个台湾没有。对，可是我想吃牛肉。啊，这个 Greek 啊，我想吃这个。台湾也没有 Wrap。哦，这个台湾也没有。这个 Big Tasty。啊，那个酱有一点呢。Double cheese bacon， 这个好像也没有。有，台湾没有这个面包。对啊 ，original。你要这个吗？嗯，我不喜欢那个面包。original。Big tasty， 你要 big tasty 吗？这个超便宜吧，6块，然后有全部都有。哇，薯条的钱赚好多。我上次有吃，不好吃。我觉得我们拿那个 potatoes， 台湾比较没有。原味，然后我们可以加那个 cheese， 可以加那个、这个台湾没有吧？那试看看那个酱的酱好贵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有法国鸡来的，酱好多、哇！等一下，啊 ，curry 还在啊？有四川哦，辣的。你在奥运的时候，他们有做特别各国的东西。嗯。那我们吃看看他法国的，不然我们吃。啊，有了，5个，你选了吗？30块，好多、你选了吗？法国也是有水，可以选水，然后有不同口味，我拿草莓，欢迎过来。我们今天现在是几点？你要写吗？11:50，我们是第二个客人，总共花了32块。现在等结账，结账等很久，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客人。我说，好，我们的餐来了。怎么了？这个好可爱哦，
马卡龙的盒子。OK， 你有看到它薯条都不一样的。这个是特别的哦，你们也有一般的薯条。有有，然后没有加盐。哦，你们薯条都不会加盐。不会加盐。可以另外请他加盐吗？还是要自己加？好像之前有，没有，他没办法加。跟那摩斯的一样啊。哦，摩斯有这个吗？有啊。外皮很脆。这个会搭配这个酱。先试看看鸡块的酱。放味没感觉，这个赞，这个赞。然后鸡肉呢？你觉得这跟台湾的一样吗？有一点不一样啊。我想试试看，我感觉新的。这个好吃哎、欸，真的，我没有吃过那个酱。而且你们那个酱好多、哦，每一个都想试试看。好赞，它有蒜头的味道。感觉它这鸡肉比较细一点，那个台湾的吃进去还会有一些那个鸡肉丝的感觉。结构比较细一点。但是薯条的酱 ，double creamy。对啊。这个就还好。真的吗？没有让我很 surprise 的那个。鸡块好贵哦，麦克鸡块好贵哦，六个就6.8块欧元。哇。然后、这个、你不觉得这个很贵吗？这个是3块。三块。这个多少？3.8。买一个饼干哎，还好，就是小孩，通常小孩会喜欢的。对啊，有一件是法式吐司，妈妈喜欢。味道很简单。这个是因为奥运的关系，有做一比较特别的。我有一点失望啊，超级失望，没有酱，好吧，试试看。是不会干的，因为我觉得那个番茄很多汁，酱都在最后面。好干，好 ，OK， 打开。今天要叫面包上面还有培根。你打过来看里面。有点像 Big Mac 的那个方式了，下面。培根很香。酱好吃啊。好吃，没奶汁吗？没奶汁。然后里面有碎培根、美生菜、cheese， OK。然后鸡肉跟刚刚跟那个鸡块又不太一样，不错，好吃。这个是我觉得啦，法国唯一一个比台湾便宜的东西，马卡龙。台湾可能一个就要70-80块了，这个2块，我刚刚看好像2.6块。对，那巧克力吧，巧克力跟草莓。皮不够酥啊！哦，太难吃了，不好吃，没有味道。对啊，不会太难吃，但是我不会想再吃。麦当劳吃结束，我们等一下去吃 Burger King。我要一个 Master 看它，一般一般的薯条吧。对啊，这个好吃，好啊。很多 sauce， 真的很多 sauce、啊、很多 sauce。你要哪一个？可以多点几个吗？可以耶，你看这边就可以，麦当劳就不行。是好贵哦，1.40吗？按老师说。这个会辣，这个比较。对啊，你好像我们来台湾，我们来法国已经是第二次吃吧？哦，第三次 ，sorry。很多没有。饼干比较美式啊。上面冰淇淋，有两个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很爽。我最喜欢哪一个来源？Sneakers MM Nutella。我觉得这个麦芝加方法是比较清爽。对，不然都是甜。哇，比中午贵了。对啊。比中午贵了6块吧。怎么了？它的饮料有点小杯哎。对，而且没有放满哦。我是、啊、没有冰块吗？没有冰块啊。他们薯条。我不喜欢 Burger King 的薯条。对啊，台湾 Burger King 薯条。我觉得还好。一样。我们的酱有3个，已经打开一个。我们刚刚加了这个3.9块。
只有四个，不喜欢那个 barbecue。真的吗？很好吃啊，很赞的，就是那个、啊、什么双层烧烤培根堡的那个烧烤酱，一样、嗯，咖喱，应该是法国咖喱吧？嗯，有一点奶油的咖喱味。哦，这个是我喜欢的咖喱味，这个是我长大吃的咖喱味的酱。嗯，台湾吃不到。快，它的鸡块看起来好像比麦当劳的小一点。对啊。先吃烧烤酱，也是肉比较细啊。那我觉得这边的鸡块比台湾的好吃，皮感觉比较酥一点的，不知道是面包粉炸的，就跟台湾的也不太一样。法国麦当劳跟的 Burger King 哪个比较好吃？麦当劳吗？这叫什么？七里 cheese 啊，对，里面有那个墨西哥辣椒，好吃啊，就 cheese 球啊。满满的，你看刚咬下去就爆出来，然后那个有一点那个墨西哥辣椒，它没有到不能接受。cheese 口味的麦当劳跟进，可是我觉得麦当劳没有做得很好。那这好吃吗？我喜欢。可是薯条的话，我还是觉得麦当劳比较好。麦当劳比较好吃，但是麦当劳就是吃盐味，这个是吃酱。就在台湾也吃得到的味道。这个是牛肉吗？我记得有很多 cheese。对。哦，嗯，那面包看起来好吃，还蛮大哎。对啊，而且这才是我记忆中汉堡王的 size， 台湾我觉得好像也变小一点。嗯，肉跟 cheese 都好厚，就是不会融化的 cheese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个算是真的 cheese， 这个算是假的 cheese。切达起司吗？嗯，的、比较高级一点的生菜，不是开色沙拉。cheese 厚，肉也厚，很 creamy 的那个，不是那么香，可以很香，整体的口感很搭配，所以这个好像蛮贵的，12块，12块，嗯，好吃，经典法宝，好，有几片哦？两片，然后上面，哦，这个有一点丑哦，面包怎么坏掉了？哇，啊，嗯，扣分了，扣分扣分。我觉得台湾的华堡比较 juicy， 我印象中啊，我觉得这个肉稍微比较干一点，咬了两口还没有吃到生菜。台湾的我印象是华堡里面有料很多。嗯，好吃耶。这个不是草莓，是 framboise。野莓、蓝莓。一个莓，是一个蓝月莓。黄色的 framboise 是一个莓啊。我觉得蛮不错，嗯，有点甜，但是没办法。冰淇淋要不甜。对啊，今天的一篇到这里，老公蛮喜欢。Sometimes it's hard to see. Nice guys may finish last, but they always get the good girls right.